我们刚刚把一些旧衣还有旧物该丢的丢一丢，然后准备要拿这些东西出去捐，还有这个椅子，就是新年嘛，好像就是应该要把东西清一清。我们家原本这个后位都是东西，然后现在终于清干净了，超开心，棒！我们今天出门看雪，带 Bougie 出来玩雪。然后我今天穿这个 hiking shoes， 因为上次我们来看雪的时候，我穿一般布鞋，然后整个湿掉。然后 hiking shoes 就是有防水跟，就是比较防水啊，就是比较水不会跑进去。然后 hiking shoes 是红色，我还为了这双鞋，就是跟这双鞋子搭配，然后还穿那种比较红一点的袜子。然后红一有带有红色的这个围巾，然后红色的衣服，红色的帽子，这是干嘛？看起来没有那么白了。哎，对呀、啊，他现在看起来好黄哦。控制，他今天好像玩的就是太开心了，啊，呼吸，Michael 在做雪人。我在录影哦，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Michael 坐着雪人，眼睛在这里。哎，他怎么断一只手啊？他另外一只手呢？我去捡，我捡到一个这么大的。
不会吧？过来啦！真不好玩，他觉得很好玩。OK， 再一次。OK。哦，要这样吗？对啊。拜拜。我们现在要来野餐，我们刚刚要去买那个。叫什么忘记了 ？Burger King， 对，我们要去买 Burger King 了。最近就是很 addicted to Burger King。Burger King 小姐，你是 Burger Queen。我们刚刚其实有吃了一点了，因为就有点饿。但是我们就是买了那个 mozzarella stick， 还有 fries， 还有两个 burger 跟jalapeno cheddar bites。最近就很喜欢吃这几个，然后胃补给一点，那就是配双子座的野餐啊。对，给你们看一下我的 chicken sandwich， 我还有加 pickle， 还有那个 tomato， 还有 American cheese。我觉得上次点的那个 crispy chicken 比较好吃，比较 juicy， 这个就是有点干。对，每道跟 Burger King 都有两个 level 去比较。今年的 vlog 好像都是在车上吃东西。真的，我没有想到。我们刚刚买了这个桌游，到了，好像可以两个人玩。然后 Michael 说很好玩，所以我们就买了玩玩看。哎，他们都这边都敲坏了。那怎么办？要不要跟他们退钱？可是我想玩。你就要拍照，看看可不可以拿个 discount 之类。Okay. 你真的有放屁？我就是没有放屁嘛。臭死了。我会承认我放屁的时候。屁呀、啊！你刚跟我认识的时候，你根本都偷瞄你的放屁。我不要太亮了。Okay, set up. 所以好厚啊。这个 story 就是有个 pandemic， 那你们是那些 scientists 要去save the world。看他们有台湾，哎，他有台湾哎，哇，还把台北用出来，棒。对啊，他还有什么台湾国旗啊？那还有哦，不错不错。这个是你的 criteria， 说这个游戏好不好？